你看啊，大虎生病了。瘟疫，这是阿细他们带来的。又是白果，不行，我知道瘟疫的来源了。你们快点看啊，群岩下面也有甘草呢。哦，甘草能解白果毒？不可能，我相信阿细。原来我昨天吃了那么多东西啊。我总觉得有谁跟着我们。放心，没事儿。阿细救我！我来了。现在怎么办呢？哼，只能使出绝技了。什么绝技？道丁，道丁，道丁，你怎么了？笨蛋，当然是装死啦。装死？没听说金雕不吃死的动物吗？真的假的？是这样吧？千万别动啊！刚才那两个家伙好恶心。妈妈！又一个。妈妈！别怕。敢抢我的东西！天灾，险恶的金雕，快离开！乌拉乌拉，哇哈哈！嘿嘿，愚蠢的猴子！飞强，没弹药了，我们再去多拿些来。乌拉乌拉，哇哈哈哈哈！乌拉乌拉，哇哈哈！待在这儿，不要乱跑啊！好疼啊！长鲁，你刚才在干什么呢？多危险呢！危险？哼，小姑娘懂什么？我在施咒，让金雕离开的神秘力量。神秘力量？是啊是啊，本来就要成功了，都被你这丫头给毁了。大伙别乱，快，都快躲起来！金雕！好险呐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待在这儿，不要乱跑，我去去就来。放了大米！小鬼可恶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小米，危险呐！你哪也别去，知道吗？豆丁阿布，快起来，大米小米就要被抓走了。被抓了。救救我们，你们马上去吸引金雕的注意力，我去救他们。我们怎么吸引啊？扔果子呀，一定要把它引回来。好，这个我拿手。阿布走。琪琪，你快去藏起来，我去准备一下。阿西小心啊，放开吧。我们救我们，我要回家。想得美啊！你们这些臭猴子！往左一点，再一点，好，准备，放！好啊，你们活得不耐烦了，好疼啊！
小子！阿西，快放开他们！就不放啊！救我们！快救我们！阿西！坏家伙！好疼啊！臭小子，给你好看！大米小米！阿西！小米别怕，我来了！大米，快快接住阿西！阿布！我来了！快快救大米！算了，有一个也不错。我可以去救大米。阿西，你要去救大米？没错，我要去试试。那好吧，不过就你一个恐怕不行吧。最好能有几个身强力壮的伙伴跟我一起去。对，帕拉山谷的居民们。你们谁愿意和阿西一起去营救大米？有趣的吗？我去，还有我。你们的勇气让我钦佩。好了，别客气了，有我们三个就足够了。大米是我们的好伙伴，说什么也要救他出来。放心。我们会尽一切办法把大米救出来。爸爸，我也要去。让我去吧。琪琪，不行，那样太危险了。我不怕，只要能救出大米，什么危险我都不怕。看看，阿西他们是外来的朋友，为了咱们的安危尽心尽力，难道你们当中就没有敢于同行的勇士吗？好，那就让我们的卫队长肥强与阿西他们同行吧。我去。琪琪，放心吧，我一定把大米安全的带回来。我们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好了，大家要好好的休息，尽快把伤养好。你也累坏了，走，我扶你去休息。臭大雕，笨大雕，快放了我呀，放了我呀！到手了，这么点食物根本不够啊。还得再收集一些，那些可恶的猴子，我再去抓几只。算了算了，那群家伙太麻烦了，还是去抓点别的吧。都找了半天了，这样下去怎么能救回大米呀？阿西，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吗？他离开的时候就是往这边飞的。我也看到了，这个方向应该没错。好吧好吧，希望你们是对的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不好，是金雕！快躲起来！别躲了，装死最管用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也要装死吗？我觉得金雕不会第二次上当。哈，有办法了。这是躲藏的最佳方法，就是融入环境。来了，金雕飞过来了。
好了，那家伙走了。嗯，咱们赶紧出发吧。金雕从那个方向飞来，咱们就往那边走。不好了！怎么了？金雕是不是又回帕拉山谷了？不，我刚才看到金雕去的方向不是山谷，应该是别处。那就好，我还担心呢。我们快走吧。哦，好。他们真快。嗯，应该是这个方向。好痛啊。这是哪里啊？金雕。咱们怎么救大米啊？我想，我想是我该出手的时候了。你有办法？哈哈，等着瞧吧。不，用力的把我扔上去。什么？照我说的做吧，肯定行。好吧，你可别逞能啊。嘿嘿。我的能耐大着呢，放心吧。来吧。嘿。平安无事就好，咱们快走，得赶在金雕回来之前离开。什么声音？是啊，我也听到了。这不会是那只金雕的蛋吧？看样子是他的。难怪他要抓咱们，原来是为了抚养下一代。快走吧，既然窝里有蛋，那金雕很快就会回来。飞翔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说金雕为了养孩子而捉我们？对呀。怎么？那等这个蛋孵出来以后，金雕不得抓更多的猴子来喂它吗？你说的对，他们需要更多食物。大雕还要来抓我们？那可怎么办呢？天哪，那可完蛋了！天天要躲躲藏藏，担惊受怕呀。所以，只有一不做二不休，把这个蛋毁了。什么？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未来的危机。不能毁了它。为什么？难道你想看到大伙儿以后都死在金雕爪下吗？如果你毁了它，虽然可以减少一点威胁，可你想过吗？我们如果杀了金雕的孩子，他会怎么样？失去孩子的母亲可是最疯狂的。没错，你现在毁了他，只会彻底的激怒金雕，那会招来极其可怕的报复。现在不毁了他，以后这个小东西长大了还是会和他母亲一同袭击我们。没抢，他还是个没出生的小生命啊。可将来就是凶残的金雕。一只就够我们受的了，两只金雕那可不得了。放开我，我今天就要毁了他。把蛋放下。飞翔小心。看你这回往哪逃。
耐心点儿，等下就轮到你们，我会把你们吃得连骨头都不剩的。他们有危险啊！不好！如果他失去了孩子。我提醒你们，咱们现在不跑还要等什么时候啊？咱们快走。孩子啊，孩子，孩子。啊，孩子，孩子。那家伙没睡来。喂，阿西他们去了那么久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可别让金雕给吃了。哼，胡说，他们一定会安安全全的回来的。对对，肯定会的。哼，喂，我回来啦。你们快看，是他们。是大米。是大米。没事儿，好了好了，现在可不是开心的时候，说不定金雕什么时候就回来了。什么？金雕还要回来？没错，金雕会回来报仇的。他肯定还会回来。走，咱们赶紧去通知大家。琪琪，他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？这家伙是灾星，不折不扣的灾星。阿布，你说我们能找到琪琪吗？金雕，快，大家做好准备，保护救援，保护救援。天啊！把他打下来！就是你，我要报仇！撤！我要杀了你！Thank you.